明明即係其實個麗韻本同而家啲版本咧係有分別嘅，係啊，有分別嘅。到麗韻本上邊咧，唐迪生最初嘅版本咧係有一啲嘅舞台嘅指示嘅。咁我哋咧就而家係打咗出嚟啊。咁我哋咧就會發現咧，原來當初最早嘅時候，唐迪生喺寫《帝女花》嘅時候咧，已經結合咗啲話劇嘅元素。佢咧好仔細咧係寫咗一啲舞台嘅指示，描述舞台係點樣佈置。咁甚至第二幕香腰咧旋轉舞台點樣一路轉一路演戲咧，佢都有詳細指示，甚至咧有埋演員嘅動作嘅指示。呢個可以見到佢結合話劇嘅元素喺佢個劇本度。哦，佢真係令到成件事豐富好多。有咧就係剛才你聽到長平公主離開之前唱嗰句咧，就係黎韻本嘅原汁原味。不過當時白雪仙就話批評呢句唔多好。因為粵劇劇本是一個表演藝術，每一次演出都會重新再一次由演員去演繹，所以如果我們聽到一些演員有不同的演繹或者歌詞的變動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哇，很聰明啊，小時候了，我給你掌聲啊。假石山后面那个同我出来出来出紧出紧快啲我出紧啊出紧啊你是谁人啊我卖花的卖花卖花做咩嚟呢度卖噶哦你哋小姐叫我嚟卖花咋嘛我卖完噶啦我走噶啦走噶啦咪走住啦五字经就系财衰朝鬼病啲男人啊，見到啊你啊，仲甜過啲蜜糖情，都唔錯啊！你可唔可以入行啊 ？O 唔 OK 啊？我係咁依就入到啦，唔係係咁啊，應該係好難嘅。你台上一分鐘，係啦，下面聽到好陰功，好陰功。